明天下午的时候，我们集合是几点？3点。好，我们3点会在双连几号出口？双连站2号出口哈。然后如果愿意来一起做社会宣传的朋友哈，就是那个租一台 U bike 啊，或者跟人家借脚踏车啊，不管什么方式啊，弄一台脚踏车来啊，然后我们会 Hydis 工人跟那个我们一些社员朋友会一起有一个单车游行。啊，然后会到中山站啊、台北车站啊，然后二八公园啊、国父纪念馆，会去做一些定点的宣传啊。就像最前面啊，有些朋友可能没听到，最前面讲的就是说这一波 Hydis 的那个抗争，比较是希望做一些社会宣传的东西哈，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知道 Hydis 官场的案子。然后因为现在韩国那边。韩国 Hydis 的资方其实已经跟工会在进行协商哈，然后所以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知道 Hydis 官场的案子，然后更多人可以来声援，让那个韩国那边的协商可以顺利啊。要有一段交舞的部分啊，就是因为那个其实 Hydis 工人跳舞这个东西在台湾也算是很新鲜啦，就是说很少看到抗争场合会用这种方式来。行动或者表达一些东西哈，然后快闪其实也是一个，然后接下来几天就是或者后续 Hydis 工人也会有类似的行动哈，就是跳舞啊、快闪，或者在抗争场合里面会跳，应该有蛮多支舞的啦。对，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来参加，然后来参加的时候也不是说在旁边看，因为在旁边看也有点可惜，对，就是有没有融入感，因为本来他就说那个跳舞的行动是希望。可以跟那个市民朋友，或者是可以跟其他的工人融入在一起啊，所以现在是不是请他们稍微，对对对，大家一起来学这个舞啊。哪里简单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再一次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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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康宝，我是一零三的，三角，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再教学，对啊，哦 ，OK， 对，我先，对，就是先知道这个，然后，好，继续。这个
就是刚刚甩我们的手之后，哪边？先往左，然后再往右。别怪你。好，啊，下啊下下下耶！啊下下下耶！啊下耶！好巧哦，有点像片名。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。这边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